懂啦，小知识，大世界。人造地球卫星，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，人们已经能将各种航天器送上太空了。而其中数量最多、用途最广的一类航天器，非人造地球卫星莫属。天文学中将围绕行星旋转的天体称为卫星，例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。所谓的人造地球卫星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由人类制造的绕地球旋转的航天器。人造地球卫星的功能多种多样，有些可以为人们导航，有些可以帮助人们通信，有些可以预报天气，有些可以进行科学实验。东方红一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，这颗卫星大约每两小时就可以绕地球一圈。这个随着地球旋转的航天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帮助。